OK，好了，来，大家开 video 啊，我们上课了，everybody，开 video 先，yes，OK，Jin，恩彤，陈恩，在吗？Andrea，佳琪，心怡，快来打个招呼，Hi，everybody，OK，Andrea，心怡，Andrea，佳琪都有点太暗了啊，恩彤在吗？恩彤。回来喽，上课喽，恩童。OK，大家这一份纸哦，是之前的哈，OK，不是新的哈。这个是上一堂课是吧？哈，我要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一堂啊，这一个你看到吗？这个哎，不是，这个是五卷二，哎，这个是三月的啊，来5月6号的，我们已经上了一堂了的，OK。找一下啊，每次的那个午觉呢，我都是分2堂课的，通常哈、哦。OK，然后过后我们有做一个作文，然后到今天咯，啊、哦，来说、so, 应该你们手上哦，对，有一个作文好了。OK，下一个月哈、哦，语文课啦哈，可能呢会有一些新的那个纸还来不及印给你的，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 printer，你可以先印，OK。其他的科目呢，通常应该还可以顶多一两个星期啊，我看啊，可是语文课应该是七七八八了的，我知道，OK，不要紧，因为现在还不方便出门，所以啊，不要，还是不要来先，知道吗？不要来补习中心先啊，到差不多时候我去应了啊，我会跟你们讲，OK，又来拿笔记了，这样咯 ，OK，好，大家这个前面我们已经做了的，哎，我开错了，这里啊，我们已经做到第10题了，应该是。OK，等下我们会再继续那个圈圈的。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下这一个先啊，这一个，Pemahaman petikan 这一边，OK，我跟你一起做啊，这一个啊，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第5面，大家看一下第5面，OK，他说啊，这里的2个巴汉哦都没有什么字，3个巴汉都没有什么字的，所以基本上其实就算他有字啦，哦。我们也是要自己回答的嘛，很多东西是不是？说其实也不要紧啦。OK，他给的答案是这样啊：John makan sayur 吃菜，吼，sayur-sayuran hijau 那个绿色的植物蔬菜啊，kaya dengan vitamin dan zat besi。OK，很多维他命，很多铁质啊，yang diperlukan oleh tubuh kita。OK，还有什么？sayur-sayuran membantu mencernakan dan penghadaman 是消化，你可以写一下，来写一下啊。本哈的曼是消化写字啊，大家啊，OK，写你的东西啊，消化，哎，玩不到啊，不会写的写汉语拼音先，这个，因为等下我是写要擦掉了，消化这一个来的，第二个啊，第二个，消化这个，第5面，那这个字本哈的曼。阿金，有吗？然后它可以提高 daya tahan badan，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daya tahan 啊是抵抗力啊，daya tahan badan 啦，身体的抵抗力啦，知道吗？所以蔬菜呢，它可以帮助 membantu mencernakan penghadaman，哎，它的这个字眼有点奇怪啊，们车那个是消化，崩哈的曼也是消化，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不要紧啊，OK，啊，等下我们再看啊，提高抵抗力等等的，OK，makan sayur setiap hari anda jadi kuat dan sehat 啊，你可以很强壮，很健康，OK，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所以是在讲饮食的嘞，这一个对吗？巴汉二啊，他讲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OK，他说 makan sedikit 上面的要吃一点点，这个是那个。啊，pyramid makanan 对吗？哦，我们的这一个食物的那一个 pyramid，所以吃一点点的，吃中等多，还有吃很多的在下面哦。这个你大概记得是什么来的啦，是吗？啊，在下面的是什么那些什么饭呐、啊，哦，就给我们能量的啦。OK，要蛮多的是蔬菜的这一层，OK，然后再上呀、啊，盐啊、油啊那一些要比较少的这样。OK，这个巴汉迪嘎饼干 sehat Malaysia，
所以马来西亚的他讲健康的那一个这个是这个他的东西叫整个这个盘啊，对，这个主义这个概念叫 Pinggan Sihat Malaysia， 如果你写作文你也可以用，知道吗？ 除了我们写 Pyramid Makanan， 我们也可以写我们要 Makan Mengikut Pinggan Sihat Malaysia， 我们吃东西要根据这一个盘所说的蔬菜水果最多哦，饭面谷粮少一点的，就是这样四分之一就好了。然后这一个鱼啊肉啊啊四分之一就好了。OK， 这是什么来的？苏姑苏姑什巴肉哦，它的概念是苏姑就是四分一啊，四分一四分一一半哦，这个它的概念还有 OK。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跟着我一起写 OK。Nyatakan perkara utama dalam ketiga-tiga bahan di atas， 他讲最主要的事项哦，这三个bahan啊，这三个图片啊， okay， 他讲最主要的事项是什么呢？ dalam ketiga-tiga， 就是每一个啦，讲这最主要的事项。所以bahan一最主要讲这什么？ bahan二讲这什么？ bahan三讲这什么？这样咯。 OK， so bahan一我们看啊，饮食，对，三个主要在讲饮食哦，是不是？所以bahan一主要就是讲吃青菜的重要性，对吗？吃青菜很好哦。第二个是在讲这个均衡饮食，对吗？要吃什么东西多，什么东西少，是不是？第三个呢，好像也是均衡哦，健康饮食习惯哦，因为他讲饼干写好了啊，所以呢，大概是这样啊，大家。本丁啊马干沙哟，对啦对啦对，就是这样。OK， 所以这个啊我们简短一下，可是考试要写你知道哦。Perkara utama dalam ketiga-tiga bahan di atas， 这样啊连着去啊。OK， 你挂回去好了啦，因为很多一下的。要啦要啦，哎，可以跟着我写。OK， bahan satu， bahan satu。menunjukkan第一个bahan它显示出啊 kebaikan makan sayur， 我们用回哦，这个 Jin 讲的哦，是啊，可以就是这样。 OK， 接着bahan dua menunjukkan pemakanan seimbang， 均衡饮食啦哦。Bahan tiga menunjukkan， OK 啦，就这样啊，不用太复杂了哈。pemakanan 就是饮食啊 ，sihat， 健康的这个，因为他讲饼干 sihat 嘛哈。其实二跟三讲着很像很接近哎哈。可以跟着我写。OK， 他讲 apakah kesannya， 有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啊？ kesan jika kita tidak menjaga pemakanan， 如果我们不照顾饮食的话，我们就讲如果我们不照顾饮食都好。Jika kita tidak menjaga pemakanan, toh how ah? Okay? 会怎样？怎么这个不属于 kebab 呢？哦，奇怪，因为这个是自己哦，这个不是叫 kebab， 我知道，这个叫 isi desirat， 就是我们要自己填的。Okay， 会有什么影响啦？如果我们不照顾饮食啊，来大家，这个你可以贡献一下，对，我们会 menjadi tidak sehat， 对不对？就身体就 不健康，不健康的意思是什么？很容易容易哦 sakit， 对，你就讲很容易啊 sakit， 或者是哦加多 sakit 就是生病了咯，对不对？ OK， 一个我们可以讲 很容易生病。这边他还有用到什么呢？你看他讲哦，他有很多维他命吗？是不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维他命，我们就很容易生病哦，你也可以这样讲哦，因为抵抗力不够吗？那这里还有讲抵抗力是不是？或者是我们可以讲哦，不能不容易消化，比如说，因为它有讲到帮助消化，我们都可以借用的。
只是我们可以换成一些自己的字，不过我们尽量啦，可以用简单的字的，不用担心啊。你跟着分数回答，你看到三分哦，嗯，你就多一点，你给多给三个 point 那，你至少哦，你大概猜一下啦。对，如果不够维他命就会生病，因为维他命是抵抗力来的，知道吗？哈，会中 COVID 啊。OK， 基本上哦，如果是普通的疾病啦，我们可以讲啊，他会中这个病，会中那个病。可是 COVID 比较特别哦。有没有抵抗力的人都会中啊因为啊你看啊上次我们讲哦诶如果啦你的朋友啊以前啊当我们哦那个年代当我们去哪里都不用戴口罩的年代哦当时想当年如果你旁边的人生病他一直在你旁边哈气啊咳嗽啊哇诶可是你不一定会生病啊是不是不一定啊是不是就是可能会传可能不会其实它都有传到给你只是因为有如果你抵抗力比较强的时候你是不会生病的那时候 它就传不到给你的因为有抵抗力可是如果你身体比较弱的时候、啊免啊那个就抵抗力比较弱啦 就生病了你就被它传染了可是 COVID 又不一样哦 COVID 全部人都会中了是不是疫苗、哦、它疫苗的话它是给我们免疫力、啊、sorry 啊我在回答问题其实啊如果你看到我突然间讲有的没的嗯所以疫苗其实是免疫力免疫就是不会讲中了的那么、啊、我们已经有那免疫所以抵抗力是、帮助我们抵抗的免疫力是、哦、还没有中诶讲讲一下其实有一点点像啦其实有一点点像嗯 OK 所以我们讲 jika kita tidak menjaga pemakanan OK、我们讲啊 badan kita 该他讲那些营养、哦、得不到 tidak mendapat、哦、COVID 讲你是 special 的要还是要小心知道吗 OK、kita tidak mendapat 该他讲什么 vitamin、哦、dan zat zat 就是 zat besi 也好 zat 什么都好、啊、就是营养、啊、OK 羊、cukup OK好像饭那些没有啊我们就没有什么能量了、哦、自己加一点东西、啊、kurang bertenaga dan mudah jatuh sakit OK 所以你可以想你给他三个东西了如果你有办法全部就是连接起来你可以连接起来的如果不然的话、哦、你就这样好像上面我分三个句子你看到吗、啊、重点是你要记得你要给他三个 point、啊、要小心简短的就好所以这里尽量不要写这样复杂的用简单的句子、啊、把你要讲的东西表达出来不要错这样多大大把哈萨感觉 MCO 不会结束是咯 MCO 不会结束了不会这样快的要到大家打完针过后他们、国外好像美国已经开始给、青少年打了12岁以上、啊、他们就可以打了像不过我不懂是哪一个疫苗啦所以如果他们测试、成功的话你们就可以打了我觉得是要到打了疫苗才会真正变回比较、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讲他问我们的意见哦 apakah amalan pemakanan yang sehat 健康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哇这个还要的题的问题也是、哦、OK 这里、啊、我们写一下 OK pada pendapat saya 这个 apakah 不要了、啊、pada pendapat saya amalan pemakanan yang sehat 又来了哈这个其实你要写什么都可以 OK 又啦 makan mengikut jadual OK 他给的是这样啊我给你一些 idea 啦哈是咯金不过他考试还应该是会考那种诶就是 online 考试咯你可以看的软肠 upper 我给你他的啦哈我们看他一些 idea 啦哈羊hendak dimakan so 我们要吃的时候我们要计划先
然后吃有营养的食物 makan makanan berkhasiat dan makan secara sederhana serta tidak berlebihan。 OK， 这里是他给四个 idea 啦。 OK， 你们有四分吗？是不是就是要根据时间来吃，有加多的、哦、早餐午餐晚餐，不是即使想要吃就吃。 OK， 计划要吃的东西，其实这有点好笑啦，不过确实、哦、我们在学哈，以前我们学的什么 Gamaheran Hido RBT 应该是没有，在什么课会有学煮东西的哈？现在你们没有哦。对 OK， 还有讲的就是好像讲计划一家人要吃的东西啊，哦、就是每天的这个养分要足够的充足的这样，所以可以计划啦。如果是真的是要计划就计划咯，是不是健康教育哦？对哦，这样的话应该会在你们的那个社会健康教育里面。嗯， makan makanan berkhasiat 吃有营养的食物，还有呢这个是啊不会吃太多， makan secara sederhana， 说 sederhana 意思就是中等的，不要超过的啊， tidak berlebihan 的、嗯、不要超过的，这样就可以了。OK， 这一个题目我要给你看了、啊、你看、啊、不一定每一次、哦、回答这种都很长的，是不是我们每次回答这一个啊，多数我们都回答到很长的、啊、不是每一题都是这样的，来有些需要真的写很多东西的，我知道有些就还好了，就这样吧。 OK， 所以这里其实我们 try 啦，尽量拿分啦，如果好像这一个题目也不算太难， K 吧题尤其是要尽量拿分。Okay. 因为它是 K-BUT 的嘛，是不是说、so, 这里基本上你看你有写到什么逻辑的都可以了、啊、你讲我们要根据那个 Pyramid Makanan、啊、吃什么东西多一点什么东西少一点那些哦、啊、也是可以。然后你看、哦、生病的时候要吃什么多一点还是什么少一点、啊、好像年轻人或者是在成长中的小孩，他们需要多一点calcium， 需要多一点 protein， 可能因为要成长嘛。然后你就讲了哦，可是呢，成人 de orang dewasa， 他们要吃少一点饭 ，bijirin 那一种、哦、就是下面的那一种 nasi ni 啊，那种要吃少一点的啊，也是可以，因为它是 kebab 的，合理的就可以了。OK， 写完了哦，大家。今天我带你看一个。胶原蛋白叫 collagen， OK， 我要想一下 collagen 是 under 什么呢？ protein 啊，难道好像也不是，好像是脂肪。胶原蛋白它叫 collagen， 就是它是 class makanan 的哪一个，我也不懂。 collagen， 我看一下 protein 来的，它是蛋白，就真的是蛋白来的、哦、胶原蛋白是蛋白质来的。OK， 好了，大家、这个我大概讲一讲啊。OK， 那一个我们的那一个什么啊 ，novel 啊，哦是哦 ，novel， 我要给你那一个他的那些哦那些 theme 啊 ，persona 那些聊个天哦，我会跟你讨论一下了，给你得空就读一读他的故事啊 ，OK， 好像这个呢，他要的是berwatakan， 然后他要 watak utama 主角啊，他的角色 ，OK， 所以我们要先，如果是讲角色，我们要先讲啊，主角是谁 ，watak utama dalam novel ini。是，其实这里不是很充足的、啊，我们要讲什么 novel 的，其实。好像我选的哈，我们选的是这一个，对吗？因为其他是其他州的嘛，所以我们要讲 watak utama dalam novel Tawanan Commander Kaukasus 这样的嘞，要写的 Tawanan Commander Kaukasus karya Ruzaini Yaya， 一啦，这样的取代这个来取代这个音译的哈，这个是看到吗？你要提到 novel 什么卡亚水酱 ，OK？OK，、okay? okay, 所以他的 watak utama 是法哈尼，所以你就介绍一下法哈尼哦，他是 remaja berusia 13 tahun，
然后你可以分很多句子，不用这样来接。Dia merupakan anak bungsu， 他是最小的啊，他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 enam orang adik beradik， 他是最小的，等等就好了咯。OK， 所以他的 perwatakan 是这样的，他的 perwatakan yang menarik perhatian ialah， 因为他讲 perwatakan yang menarik perhatian anda mah， 是不是啊？就讲ialah他的 sikap yang cekal dan tabah dalam mengharungi berbagai dugaan。他很坚强的 ，OK， 很坚强的面对各种的挑战。他说，所以我们要给例子，对不对 ？Sikap ini digambarkan semasa dia berusaha menyelamatkan rakan-rakannya， 因为他就很努力、很坚强的救他的朋友，对吗 ？Daripada tawanan kaum kumbang， 就是从甲虫手中啊，那个不好的甲虫啊，就是 Commander Kaukasusa 他所带领的甲虫族手中。啊，救出他的朋友。再来第二个 ，Fahani juga bijak mengatur strategi， 他也很聪明，去安排那些策略，打败那些敌人。OK， 还有第三个，要三个的哈。Berani mengambil tindakan keberanian 呢，基本上是说 Fahani 也很勇敢，采取行动。他没有想到自己安全不了，他讲还要大家啊、他最主要是要大家安全。其实有三个，看到吗 ？OK， 其实这个第二个有点短了哈。我们要讲他聪明，他讲聪明要给例子的。OK， 他很快速的，他讲他带过了哦，他怎样聪明，他就是很聪明的安排策略哦，然后他打败了敌人，这样咯，勇敢，怎样勇敢啊？他就是拯救他的朋友，确保大家安全，这样的勇敢咯，看到吗？所以其实哦，如果你大概懂故事了啦，我们不用死背了，我跟你讲，你就写自己的方法写出来就好了，因为你要大概知道故事就可以了 ，OK。啊、你可以把他的那个重点这样像我这样 highlight 一下看一看、啊、我会再教这一个，我会再教你的。这个是十分，我们可以拿满十分了，其实就算没有十分也有八九分。如果是 online 的话，然后考试出的话、就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了咯，更好写了、哦、OK， 这个我教了的我知道。好，大家现在、哦、看一下他没有写时间的，怎么我这边 OK， 我要给你看一个，我还没有 share 上去，不过等一下我再 share 这个 link 上去啊。因为全全题有一个我还没有教的东西，全全题啊，有一个这一个 bahagia sesudah derita， 这是一个 prosa traditional 来的 ，OK， 就是古文的啊、小说 ，OK。所以以前古文呢，我会讲啊，这字大概你猜它是什么意思哦？确实啦，其实我们大概看，然后你要猜它的意思 ，OK 啊啊！可是这个是一个小片段，因为它有整个故事哦。我们大概看一下整个故事啊 ，OK？ 这个等下我再看，这个比较懂一点。现在是2:53了，我上聊23分钟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来 ，Everybody 还在吗？阿金在哦，陈恩在啊，听故事啊。恩童在吗？给我反映一下，陈恩、恩童。OK， 陈恩。OK， 佳琪、心仪、陈恩在吗？陈恩。OK， 心仪我看到，回来啊。OK， 好，来大家看一看啊。OK， 我稍微有点闲啊，我讲一点点，然后我们大概看看，给多一点反应啊，大家。你讲一下话这样也好，讨论一下故事 ，OK？ 等一下忘记 share 声音是不是 ？New share， 哎，不可以 ，share 上啊。这个，哦哦，等一下。Negeri Antabranta diperintah oleh seorang raja yang bernama Maharaja Indradewa.Pada suatu hari, betara angkasa Indradewa dan isterinya yang sedang mencari rezeki pun masuk ke negeri itu untuk menghadap Maharaja Indradewa. Sebaik sahaja melihat mereka berdua yang memakai pakaian koyak dan lusuh, orang ramai pun mentertawakan mereka. Ada sesetengahnya,membaling mereka dengan kayu dan batu sehingga menyebabkan tubuh mereka luka dan bengkak-bengkak. Keadaan tersebut menyebabkan suasana menjadi gempar. Okay, 来大家很快的看过啊，所以哦，他讲这里的一个国家叫 Negeri Antabranta. Okay,
他有一个国王管理这个国家的，那个国王叫 Maharaja Indira Dewa， 大家 OK？ 所以有一天呢 ，Batara Angkasa Indira Dewa，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哦，还有他的 Istriya Yang， sedang mencari rezeki， 就是这一个人呢、啊、哈 ，OK， 等下我们会叫他 Simiskin 的，所以他跟他的老婆呢，他们在寻找生计，就是讲就是在找东西吃了，其实哦，他们要找工作或者找东西吃了。问 Masuk ke negeri itu untuk menghadap Maharaja Indira Dewa， 他们就去见国王，就去这个地方见国王 ，OK， sebaik saja melihat mereka berdua。其实人家看到哦，因为他们进到城里嘛，他们就很多人看到他们，喂，全身破破烂烂的，穿很烂的衣，你知道吗？人家就笑他们哦，甚至有人坏蛋丢石头，还有丢木给他们啊，哦，弄伤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现在又受伤又肿了一块一块，然后整个这个可爱的安就那个情况就很轰动这样啦，然后终于有两个这样的人跑进来，然后这个地方这样 ，OK。Apabila mendengar suasana yang riuh di luar istana, Maharaja Indradewa pun bertanya, apa yang telah terjadi? Sebaik sahaja diberitahu oleh raja-raja bahawa orang ramai sedang melempari si miskin, baginda menitahkan orang untuk mengusir mereka. Si miskin dan istrinya kembali ke tepi hutan. Mereka berteduh di bawah pohon kayu,untuk membersihkan tubuh mereka yang luka itu. OK, 所以哦，在皇宫啊，国王就听到了。大家，你不要想那个皇宫很大啊。OK, 现在你要想的皇宫是比较就是这种古文里面的啦。他们的皇宫就是国王跟那个人民很接近的，其实，然后人民可以见国王的。我在古文里面看到的故事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讲，哎，他听到皇宫外面很吵闹，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声音。这个 Maharaja Indira Dewa 就问了，哎，发生什么事情啊？大家就讲哦，有人在丢东西给那个 Simiskin 咯，有一个 Simiskin 在外面，知道吗？哦，你们有写东西上，哦，这个我看过，很闷，甘崩版的皇宫，对对对，甘崩版的皇宫这样，对，没有，很快的，很快的这一个哈、哦，没有什么东西的，其实他的故事我觉得讲真的没有什么意义的。OK， 不过我们要大概知道故事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听到哦，有人在抛东西给那个 Simiskin 啊，吼，然后国王就讲，很吵啊，赶走他们了。他就叫人家赶走他们哦，说这个 Simiskin 还有 Istri 哦，他老婆就回到森林里面了，然后他们就在树下那边遮阴，然后就抹干净他们的身体，因为受伤了嘛。OK， 哎，keesokan harinya, si miskin suami istri pergi ke sebuah kampung untuk mencari rezeki. Tetapi sebaik sahaja dilihat oleh empunya kampung itu, mereka terus diusir. Mereka dilempar dengan batu dan kayu. Si miskin melarikan diri. Tubuh mereka bengkak-bengkak dan berdarah. Sepanjang perjalanan meninggalkan kampung tersebut,Mereka menangis mengenangkan nasib diri, ditambah dengan rasa lapar dan dahaga. OK, so 第二天啊，他们就两夫妇就去到一个甘崩哦，也是一样去寻找生计这样啦。然后这个恩布尼亚甘崩，大家你看啊，恩布尼亚就是那个那里的主人，哦，在这里应该是在讲村长了咯，哦，一被看到他们又被赶走了，你知道吗？人家又拿巴杜啊，该又要丢他们，所以他们就跑了。OK。啊，等下国其实啊，国王不是坏的，等下我们会看到 ，OK， 所以他们又跑了，所以又肿了，又流血了，他们整身，你知道吗？所以整个路程呢，离开这个甘崩的时候啊，他们又哭了，你就在想，哎呦，怎么我这样可怜，你知道吗？哦，又口渴，又肚子饿嘞，哦，怎么这样可怜？森林没有森林。Dalam perjalanan tersebut, si miskin dan istrinya tiba di sebuah tempat pembuangan sampah di tepi jalan raya.Oleh sebab terlalu lapar, mereka menyelongkar tong sampah itu. Mereka menemui sebiji ketupat basi dan buku tebu. Mereka pun makan ketupat dan tebu tersebut. Setelah itu, barulah terasa segar sikit badan mereka kerana sudah lama tidak makan nasi. Pada malam itu, mereka berdua tidur di situ juga.OK， 所以在路就是在一路上啦，他们就走到丢垃圾的地方，在马路边的啦，所以很饿了嘛，就抄垃圾，抄到格杜巴巴西，巴西就是臭爽了的，歪丢他们是咯，
没有现在以前没有 COVID 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抄到那个啊，臭酸了的那个 ketupat 你知道吗？那个那这种用叫什么啊？哈利来亚的时候啊，我知道了，那个跟 satay 一起吃的那个饭啊，你知道吗？跟 satay 一起吃的那个饭啊，叫 ketupat 是不是？然后还有找到啊甘蔗。 Kali lagi dilontar dan dipukul oleh orang ramai yang menemui mereka. Mereka melarikan diri dengan tubuh yang berdarah ke dalam hutan. Apabila mendengar keluhan istrinya, si miskin merasa sangat sedih. Dia mengambil daun kayu lalu menyapu darah di badan istrinya sambil memujuknya agar bersabar. OK， 所以他讲第二天哦，他们又给人家丢，又给人家打哦，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跑了哦，带着就是流血的身体跑，然后听到老婆在叹气，西米斯金就觉得很伤心哦，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拿那一个叶子啊，帮他抹掉他身上的血，叫他哦忍耐一下，忍耐一下这样啊，OK，等下他要广告了，<笑>去见皇上，对，等下他们会见到皇上，是不是？ Grammarly does more than catch errors. With Grammarly, you can find really good. No. Sejak itu, si miskin dan istrinya hanya tinggal di dalam hutan. Mereka hanya makan taruk kayu yang boleh dimakan manusia. Tiga bulan selepas makan ketupat dan tebu, isteri si miskin pun hamil. Mereka berdua sangat gembira. OK， 所以他讲自此之后呢，他们就住在这个森林里面了啊。所以他们只是吃大陆干鱼，就是那个芽，那种嫩芽，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吃的，找到的吃可以吃的东西咯。他讲三个月了，他们这样又吃个杜巴，又吃那个甘蔗哈，过后他的老婆怀孕了，然后他们很开心，他讲。 Adapun ketupat dan buku tebu yang dimakan oleh si miskin suami istri itu asalnya ialah anak betara Karmajaya dua bersaudara. Mereka telah dijelmakan menjadi ketupat dan buku tebu. Mereka memohon kepada ayahanda baginda untuk turun ke dunia. Okay, so 其实呢，那个ketupat 那个 fun 啊 ，OK， 还有那个甘蔗呢，他们所吃的啦，吼，其实是 betara Karmajaya dua bersaudara 的孩子来的，他讲 ，OK， 是神仙来的，其实，所以他们下凡变成了 ketupat 还有甘蔗 ，OK， 我早听起来很奇怪啊，这个是这样的哈，他们的神话故事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他们是像天上的那个。 父王啦，然后在天上的神仙，他们的爸爸啦，跟他们讲，他们要下凡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样的。OK， 啊，然后还这样都可以有 baby 上，奇怪哦。 Betara Karmajaya membenarkan kedua-dua orang ananda baginda turun ke dunia dengan syarat mereka tidak boleh berpisah. Selepas itu, baginda menjelmakan anak lelakinya menjadi ketupat. Dan anak perempuannya menjadi buku tebu. Setelah itu, baginda pun menjatuhkan mereka dari kayangan ke dalam dunia. Kebetulan mereka jatuh ke dalam tempat pembuangan sampah yang kemudiannya dimakan oleh si miskin suami isteri. OK， 你看懂哦，所以他其实讲哦 ，Betara Karmajaya 就让他这两个孩子下凡哦，那个条件是你们两个不可以分开 ，OK？ 啊，皇宫啊，这个是在天上的皇宫，等下还会看到的另外一个皇宫，地下的国王还有的 ，OK？ 所以他就跟他两个孩子讲，你们要下凡可以，但是不可以分开 ，OK？ 所以他就把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变成 ketupat。 一个变成那个竹，那个甘蔗 ，sorry， 不是竹啊，甘蔗。然后他就让他们下凡哦，来到人世间。然后他们刚好就在那个垃圾堆就被这个 Simiskin 夫妇吃了 ，OK。 Setelah hampir genap 9 bulan hamil，
Isteri si miskin memberitahu suaminya bahawa dia mengidam hendak makan buah mempelam yang ditanam di taman Maharaja Indradewa. Walaupun sedar bahawa permintaan istrinya itu amat sukar untuk ditunaikan, oleh sebab terlalu sayang akan istrinya, si miskin tetap berusaha untuk menunaikan permintaan tersebut. Okey,这个西米斯金哦，他知道是不太可能，可是他又很疼爱他老婆嘛，他就想办法去满足他的要求啊。现在是在讲地上的，他们要见到国王了啊 ，OK？ Tetapi di OK， 我快快讲多一点先啊，等下哦，如果他跳了来不及呢，你就去做这一个先啊 ，OK？ 三点十分他会跳啊、哦，三点二十分你再回来啦，你可以做圈圈题做完它，你可以先做这一个先。Okay, 我们继续看这个先啊。Dengar oleh tuan punya kedai apa yang dia mahu. Walau bagaimanapun. Okay, 这个我在讲。所以他讲他到了那个卖水果的地方，si miskin 哦，他就很takut untuk meminta, 他就很害怕跟他讲，你知道吗？因为他去到都被人家打了嘛，更何况是跟他讲还要芒果，是不是？哦，所以这个si miskin 哦，他就很奇他讲很奇怪啦，当他跟那些人讲。我要烂烂的就好了，你给我烂烂的水果就好了。那你的人又很同情他哦，你知道吗？他们还给他吃东西，给他菜啊，给他饭啊，给他布料，还要给他水果哦，你知道吗？给他老婆哦。Nasi dengan perubahan sikap. OK， 然后呢？怎么这样奇怪的？之前去到就被打，现在哦，那些人很同情他哦，你知道吗？所以西米斯金就很开心哦，哇，大家都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嘞，你知道吗？奇怪哦，啊，你不让门巴瓦本本让的什么，他就带这个芒果回去了，你知道吗？啊，可是呢，这个西米斯金的老婆，她讲了，我不要吃，我要的是皇宫里面的，她要达曼拉加里面的，你知道吗？她讲哦，如果我吃不到，我死掉还算了。她讲真的，她这样讲啊 ，OK， 没有 logic 的，真的是没有 logic 的。所以西米斯金就很伤心哦，你知道吗？听到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了，他就要去见。国王了 ，OK， 他要去见国王了。Orang ramai terhadapnya. OK， 还要跳了的、啊。等下国王也是跑了啊，变好了。Jikalau tiang. 三点二十分回来啊，大家。OK， 所以这个时候他讲他要去见国王，是吗？哈，这个他要去见国王啊，他去接见国王了。然后国王呢，这时候啊就有皇子们在见他 ，OK， 他们看到这个 Simiskin 哦。啊，是咯，很麻烦咯，这个老婆、哦。他看到西米斯金，他就问他：“怎么你进来过皇宫啊？”西米斯。